真是被他给撞到了。刘总，请留步。刘总，你们公司的设计总监凯文抄袭了我的设计作品，请问您知道此事吗？我拿给你看一下，就是抄袭了这个系列。不必，我没有兴趣看。我的时间可是很贵的。你是打算放任不管吗？如果公司什么事情都由总裁处理的话，那这个公司也就关门大吉了。可是作为总裁，纵容手下抄袭，公司早晚也得关门。刘总，老板，是吧？刘总，不是吧？刘总，这就晕了。